我现在在云台山景区啊，著名的五 A 景点云台山。现在中午饿了，吃个东西去啊。这边呢有德克士，还有肯德基，二楼是小吃城，那边还有拉面呢，我吃个拉面吧，牛肉面。我的牛肉面好了啊，牛肉面一个鸡蛋一个凉菜，凉菜是9块，鸡蛋3块，牛肉面28块啊。这里面是有好几块牛肉的啊，倒点醋啊，吃面必须得倒点醋。这个是价格表，一共40，开吃。酸萝卜条，还有豆角，大白菜，黄瓜丝，吃个牛肉先。爬了一天山，累死了。河南应该吃烩面，但是我吃不惯那个烩面啊，还不如吃这个牛肉面。再去这个小吃城里看一看，看这里面有啥好吃的呢。哇，这里挺大的呀，也挺凉快。这里是各个档口，像大排档似的呀。酸辣粉、擀面皮、钵钵鸡、小笼包、肉夹馍，哦，这里面选择就比较多一点啊。肉夹馍，还有凉粉，还有广东肠粉。这个二楼更大呀，哇，吃的更多，河南烩面、羊肉泡馍，还有拌饭呢，鸡香馄饨、麻辣烫、炸糕。哦，拐角地方有饸饹面呢，我吃个饸饹面去啊。20块钱一份，加上各种料。舀上汤，这个划算哎！牛肉饸饹面，这个面比刚才那个兰州拉面给的多啊。倒点醋，这里边是辣椒。吃面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嗯，来吧，这一碗就干饱了。嗯。还有个鸡蛋呢，嗯，今天晚上住这边啊，门口是速八酒店，这边上全是吃饭的呀，特别热闹，各种烧烤啊、烩面、撸串之类的啊，我就住在里面，这地方住的还是挺方便的，那个紧交车啊，直接就到达这个服务区了。这边上全是吃饭的，我住的这个是黑石服务区啊，那个岸上服务区住的是人最多的，但是那个服务区价格稍微有点高，房间也都订满了。哎，这还有个沙县呢，我住这边好一点吧。看看今晚住的房间，整体来说还比较宽敞啊，有空调，有 WiFi。有个大窗户，这是外面，这地方可以开车过来呀，直接把车停在这路两边，这也没有人管，随便停车的啊。第二天继续出去玩，现在去云台山的这个猕猴谷转一下，这里面看看猴子去，在后面这个峡谷里头呢。前面是走路上山的，这边呢也可以坐这个滑道上山，上行下行双层50，坐这个吧，坐这个省体力啊，坐这种小车节省体力了，上去下来都坐呀、啊、哎呀，这坐车上山这也太省体力了吧，这个山还是挺陡的啊，直接坐到那个位置去，一会儿看了猴子再坐车下来，完美。这50块钱花的还行啊，哎呀真陡呀，这个感觉像坐过山车似的，看这个坡度怎么也得有个45度吧，
坐小车上来了，去看猴子吧。看这里围着一堆人，哇，看那里停了好几只猴子啊。看这还背着一只小猴子呢，就背在背上啊，我怕小猴子掉下来。还有梅花鹿呢，那有两个，这有两个。山上转了一圈，现在要坐滑道下山啦。哇，好高的感觉呀。哦，哇，好快。哦，哇，坐车就是快呀，又是转圈圈了。上的时候从这儿上的，哇，好爽啊，好刺激呀、啊！哇，到了，太快了，太爽了啊！这猕猴谷主要是看猴子的，没啥意思。主要是很多人带小朋友上去看猴子，还有梅花鹿啥的。